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事情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关键性或决定性的影响，而这些事情呢，它是在我们青春岁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校园团契呢，对我会有蛮多的影响，是它打下我在圣经话语这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包括那个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学习归纳法查经，参加大灵班。我们在大灵班之后呢，玉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带我们查加拉太书。就那一段时间，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，成为后来。我在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回到花莲，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能够投入参与在年轻人的侍奉工作当中，特别是在他们青春岁月的时候，你陪在他们的身旁。或许在当下你不见得会有什么样的收成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一个年轻人的生命的样貌。他内在所隐藏的东西，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的。然后你在他年轻的时候呢，你陪伴他的成长，那将来他长大的时候，他可以服侍，他可以为神的国度而使用，非常是无可限量的。